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查克，欢迎回到《地城邂逅：记忆憧憬》。今天我要打的是《英雄撕裂 EX 篇》通关。那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好，原则上你这边的选择很简单，因为它是你就降魔，然后降它的魔耐，你有武功的就降武耐。讲错，就是降魔耐。然后回血的，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、力量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装备的话，就是看你要放哪一个。我是放暗属性的，就是防暗的，所以看你选择。然后再来就是武器，当然就涂满，就这样就直接上。然后你如果有升华升满，就真的比较好过。说实话。这样这只就怕魔嘛，那两只都怕魔，所以我用蜈蚣队打比较不利。就记得放可以降魔的，就刚才讲的。这额外做的我都觉得颇帅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有问题麻烦在下面的人，喜欢我影片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接着我待会就会再拍一部《悟空队》魔空队怎么打。如果我打得过的话，呵呵。好了，拜拜。